大家好呀，我是妍妍，这会儿来大棚来了，这会儿我要挑那个同款的肉肉拍照，边拍照边给大家看一下有哪些品种，因为之前拍的那个同款的照片嘛，它现在它的那个颜色状态都不一样了，顺便带大家去看一下肉肉，还有我顺便就是拍同款的时候，我要挑一些那个一物一拍的出来，就是那种特别久的啊，我们先从这边。从这边开始，挨着挨着，一个棚一个棚的拍，免得拍漏了。这边是鹿养区，哦，开始来我就看见这边的晨鹿了，晨鹿特好看，这边一大片的晨鹿。这边水拍照，看着要亮一点点，晨鹿再红一点，边边就更好看了。这边还有红卷叶，这边的柠檬玫瑰。这边的肉肉有一点好，就是全部都是整群的。这边还有大的彩虹糖，来喷点水，拍个照。这边好多这个绿蔷薇啊，你不要看着现在绿蔷薇现在有点绿，出状态了，那价格就要翻一番了都要。这边有装好的盆，先拿过来拍个拍照吧。有蘑菇的来了，上面刚刚有灰，给它冲洗一下。宝丽安娜的琴声，看这边笨巴，笨巴的手捧花，这个赫拉才漂亮，就是有点斑。那边还有其他的赫拉，就是有那种颜色不是很好。这两盆好像已经出了，这边的洛神、淡雪，还有这边的侧影，侧影很好看的，侧影挑个拍个照。但是这个植球里杆子有点乱，容易断，就比那种矮的还要容易断，所以就不能拍这个。这边还有好多这个桃花源呢，我拍一个吧。这个桃花源，看这桃花源的叶子好厚啊，我怎样拍拍不出它的小崽崽出来啊。这里好多这个奥普林娜、达芬奇密码啊，啊，全部都是。但那边的还不行。就这边的已经长成株了，在下面毛毛雨，这个有点不留不住水呀、啊。你看，好鲜呀、啊，达芬奇密码。这边拉过来的肉肉，给大家配套餐的。哇，这好多肉肉都好漂亮啊！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有点反光。你看，这个马库斯，好喜欢这个紫乌。看这边棚子里面。这个艾伦倒是多，但是比较嫩，容易断，所以说暂时没有办法发货。然后这边，也没有开启这颗法师的，因为他们好奢侈，把这个金红仙子，这个小金红仙子，就这样扔在这外面，让它日晒风吹。哇，这边这一个棚子全部都是那个彩虹糖，但是我上次看了，这彩虹糖必须得好好的挑。有很多有那个斑点，我们去先挑一盆吧，挑一盆先给大家拍个照，然后又再来弄。就拍这一盆吧，这盆是不是颜色不太鲜艳？这一盆，反正都大差不差啊。这回太阳没了，太阳没的时候还好一点点。来到草莓冰的这个棚子里面了，哦，草莓冰，我要选一些有颜色的出来给大家。然后剩下的我估计我自己要装200颗回去。哦，这里面还有很多哎，我的个天，这里面还有一片。我是说，他说给我装200颗都能装。哇塞，哦，这个是小杯的，还没有太多头。哦，这里面头大，哇，这里面还有好多，他让我自己选，等明天。还是下午专门来选草莓冰，选200颗我自己的，先把好的选出来给大家发，然后剩下的再选一些不错的，然后我自己好带回去。这肉肉都要自己来挑，像我们发货回去，人家都直接这样子装，你看像我们就可以选这种头多的，这个星爆，这些你看吧，那边都没有了，可以给大家搭配到时候。这些你看，像这个美心锦，还有雪燕，图都超多的，就拿过去。今天先拍10个套餐，不着了，收起10个的，再写10个的。嗯，三个那么都，这3个那么都长得一模一样，你看这，这怎么了？
里去。中午的时候配着配着拍着拍着就没有电了，都没给大家看一下炮上长什么样子，看吧，这就是今天搭配的套餐，但是大部分已经出了，还有几套还没有出。这个是侧影，然后彩虹糖，这个彩虹糖还不错，最近的蓝苹果还是挺好看的，但是今天就只有最后一两套配了蓝苹果，因为开始那个筐子放在下面了就没有拿到，还有就是今天早上拿的那个阿伦培也很漂亮，其实很多肉都很不错的，就是尤其是配套餐还要划算一些，但是我发觉朋友们好像更喜欢那个啥，一颗一颗的吉赛尔喷点水，这红边边超亮的，超好看，这会儿没有什么太阳了，待会儿我再去挑一些那个一物一拍，我发觉大家更喜欢一物一拍一些。这边是今天帮大家挑的肉肉，放在盘里面的，都标好名字的，然后这边也是，然后这边全部都是，还有这边也是都挑好的等待着脱土的肉肉。好多好多，这几天要忙几天，忙几天的话差不多我们在棚里面最多只能给大家挑4天的肉肉。大家都知道的，妍妍这次来呢主要还想要去看看有没有哪里有更好的肉肉，就是多一些嘛，因为这边基地很多，到时候就直接可以发四川呀，家里没有的品种就可以直接发回来，这是我这一次主要的一个那个目的。所以说大家还想要挑肉肉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，除了今天之外还有2天我们可以在大棚里面帮大家挑肉肉。